好，我们以主法定人数现在开会，请宣读上次会议记录。立法院程序委员会第九届第六会期第十五次会议议事录，时间中华民国107年12月25日星期二中午12:11至18分，地点红楼201会议室，出席委员蔡委员、裴慧等14人，主席吴委员自扬。报告事项：一、宣读本会第九届第六会期第14次会议议事录。决定事项：一、审定本院第九届第六会期第15次会议议事日程。议程报告事项均照议程草案编列通过。各党团提议增列部分35案全部照。议程草案讨论事项编列顺序：一、民进党党团蔡委员、裴慧提案表决通过；二、请愿案件一、函送本院相关委员会审查者一案；二、依请愿法第4条规定者一案系属应提起诉讼事项未便受理函复请愿人；三、依职权行使法65条第2项规定者49案，函转权责机关处理进付，并附之请愿人。宣读完毕。好，请问有无异议？无异议，会议记录确定，请宣读议程讨论事项。立法院第九届第六会期第一次临时会第一次会议议事程，时间中华民国108年1月2日星期三下午20:30至6:00，三日星期四，四日星期五，七日星期一，八日星期二，九日星期三，十日星期四，十一日星期五等，上午9:00至下午6:00，地点本院议场。讨论事项：一、中华民国108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总报告案。宣读完毕。好，今天没有委员登记发言了，决定讨论事项通过。有没有临时动议？没有，我们就散会。谢谢大家，新年快乐。